凤印丢失，乃黄泉旁落。世界上现在人人自危。哎，你说这不是天谴是什么？狄仁杰，截肢。三起案子，桩桩件件都跟皇后有关。限你一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同罪。皇后现在谁也不相信，朝中官吏但凡被毁，轻则降职，重则流放。两日已过，没有时间了。放手一搏吧。报仇，野心，愤怒，是他们的人心把这变成了人间炼狱。欢迎